佳肴吧。678对不对？ OK 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很厉害哦，就是我们中国福建国宝级的名菜。哇，这个冰糕嘞！啊，卡真厉害！龟子，金龟子。哦，金龟子。啊，金龟。第一样就是噔噔噔，这个甜的八宝饭，左三圈右三圈。你看它色泽非常的亮丽，然后就集合了很多我们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这个食材，包括莲子啊、白果啊、蜜枣啊，然后还有这个大红豆啊、糯米啊、圆肉等等。哇！那几页。最重要的就是呢，吃下去甜而不腻，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这个养颜。哇！这个最漂亮的。回去了，所以你们准备好穿新秀。那另外一道跟大家呢更慎重的介绍的就是，本人也是第一次吃耶，噔噔噔，佛跳墙，什么好料不？外好料不？我没有想到我自己都能够亲自经营这个佛跳墙，到底这个佛跳墙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福菜呢首席的这个名菜？Hello， 菲比，你会去吃鸡肉吗？哎呦，我看你的嘴像是这个鸡米饭。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秘诀？它最珍贵的地方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原来我们在家也可以自己烹煮一碗属于我们自己的佛跳墙哦。这是流口水了，飞车。我现在就明白了，他已经吃了两碗了，但是我到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怪不得连佛也会跳墙。这老龟不玩那个别的，老龟不玩啊，老龟玩那个跟他家龟来龟。一点是比较老赖，龟不成猫的好烂感觉。弹开荤香，飘四影，佛文气场跳墙来，有请佛跳墙。又到会讲话了，我们的菲比小姐。怎么吃怎么做的话，记得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定要收看 Astro 欢喜台，沙沙沙，欢喜吃饱饱。